Hobby Game， 大家好，我是 Hobby Game 的 MS。今个星期的玩具开箱咧，就是呢盒 Storm 的街霸五 Alex 啊。之前咧，我哋就介绍过豪鬼同埋苏联佬噶啦，今次就到呢个 Alex 啊，系以一个取代阿龙嘅主角身份而出现嘅角色啊。在设定上啊，佢系一个美国人，拥有一身肌肉啊，系一个好年轻嘅格斗家。佢主要就擅长用呢个打击技同呢个投技，不过佢嘅肌肉就唔够苏联佬咁劲啦，所以咧令佢上手嘅时候啊，都唔够苏联佬咁重噶。不过整体都跟足游戏入边嘅设定啊，拥有庞大嘅上半身。而下半身就比较受伤，虽然金色的头发和红色的头巾是他的标记，但奇怪的就是他应该是有条边的，这个 figure 就没了条边了。虽然是这样，其实游戏入面都有没有边的造型的，由于是一个近身的角色，所以可以玩的东西都不算很多，不过就有手刀啊、拳风那些 effect 都齐晒的，胜利姿势更加就没问题了。而最得意的是他的吊带是拆得的，那有这么多肌肉，条吊带又拆得，我们的摄影师忍不住拎了一只 Billy 来玩一下。其实咧玩 figure 有好多好得意嘅玩法嘅，我哋都系希望大家开心一下嘅啫。买玩具翻嚟，梗系攞嚟玩嘅啦。今日嘅介绍就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 Hobby Game， 订阅我哋嘅频道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， 又或者嚟我哋嘅网站睇下游乐资讯。下星期再见。